好，中午的12:21，我们环球邮报的539的会员们、读者们，大家特别注意，特别注意，社长开饭5个名额新会员，报牌报6天，报6天，押金1000，报6天押金1000，仅5个名额啊。多了不超就有不超收，因为我服务品质讲究优秀，社长本身也自己在签牌，啊，社长本身自己在签牌，所以我并不在乎你怎么样，我在乎我签的牌，所以你的钱就等于是我的钱一样，我怎么可以让我自己的钱输钱呢？是不是？啊，我一个礼拜固定中2次，这个礼拜已经中2次，今天也继续会中奖，明天。对不对？也都会继续中奖，因为我有时候中3次到4次5次都不等，啊、哦。那么，各位，人生都如戏呀、啊，赚了钱低调点。社长上礼拜没有中奖，6次没中，请问你没有中奖，你是怎么样的过日子？社长一样在红磡广胜影城吃高级餐厅啊，一样。因为社长不缺钱嘛，社长自己有签牌，啊，凹下去嘛，暂时存在台湾产券公司，你们地下主头是暂时存在地下主头的，但社长是在台湾产券公司的，今天一早9点多，社长就跑到产券公司去领钱了，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，钱是今天到你家，明天到我家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新会员押金1000，啊，每个礼拜固定中2次到5次。负责保证你赚钱，你赔钱社长赔你的钱，谁敢讲谁赔钱呢、啊？笑死人了、啊！电话0909686373，0909686373，啊，记住，我12点以后不工作的，不要打电话来。明天早上7点到9点，这是我电话服务。明天早上7点到服务